原标题，全国首发，一战和二战免飞行员组图一。Elaine Harmon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女飞行员之一。二，杰奎琳·科克兰小姐，飞行员主任。三，杰奎琳·科克伦正在飞机上。四，玛丽安·爱丽丝·鲍威尔在很小的时候就着迷于飞机和飞行。五，美国飞行员露丝·埃尔德试图成为第一位飞往巴黎的女飞行员，在大西洋飞行中坠毁。六，她已成为第一位将太平洋从夏威夷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，也是第一个单独飞行的女性。七，在空军基地，当他们离开飞机会把装备举起来。照片来源美国雅虎等外文网站编辑机灵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